听嘛。对呀、啊，都是鬼人唱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是鬼人唱的、啊。哭了，我快要哭了。人要认真嘛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们这样恭维一番以后，还是必须要把话讲明白了。对啊，对。对你到时候就是以后也不唱歌，也不演戏啊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也没人请你唱歌，没人请你演戏啊。不能做武术指导啦、啊，导演。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在那个当义工的工作去帮助每一个人，帮助每一个人不拿钱的。可是问题是你要在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前提下，就因为你其实真的养活自己不难啊，就看你要求什么而已、啊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，最近在看很多书，有感而发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，阿弥陀佛。那我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不过你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帮你介绍一个副业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你以后除了做义工之外，其他的时间你还可以去从事一点副业赚一点钱啊，好不好？那先来看看，来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你好不好？我能做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能做多了，我们先从面容开始看起，好不好？卡哇伊，卡哇伊，怎么写的卡哇伊？对，卡哇伊，对啊，哎，日文的，对。哎，看看心，Kindness，就是仁慈，仁慈，来，好，呆，口才，啊不是，来，什么呆啊？呆少一点啊，口才，哎呦，好犀利啊，好犀利啊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对，犀利，自己会不会觉得好犀利？我口才还好了，不是很犀利，没有你们两个犀利。我们两个不能算在内，我们俩算是还好这几个，我们两个是算是超级的，还好。来，你看，来看看仪态，雄壮威武，哎，差不多，没错，你有没有去练健身？你说我有运动，没有去练健身。你就是光运动就有这样的身材。你看他多可怜！哎，最近好很多啊，刚刚在外面。他当然好很多，他一个礼拜练七天了、啊，他练了5000健身，真的假的？还不好很多。刚刚我有一个镜子坏了，还怎么样？他照了半天。你呀、啊，哎，记下。哎，谢谢。体能。台语啦。怎么讲啊？来哇，干将来蹭土蹭。会不会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经得起操劳的意思，磨练呐。对，不怕累了，不怕累了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转这个行业就是拍戏嘛。拍戏啊，当然啦。对不对？这样除了拍戏啊。我也想不出来。我们赶快来看看，来，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为何家劲介绍职业是什么。来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是。请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你身先。他有麦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复兴航空空服员，我叫做周怡，我已经替复兴航空公司工作了4年多了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录音，有点紧张。是，那倒不是，我们看不出来。那么今天请这位英俊潇洒男士。哎，我叫做林博寿，我在复兴航空已经担任3年半多的职务了。对，我今天也是蛮紧张的。是的，我是谢淑宇，我以前搭乘过多次的复兴航空的飞机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好好的看一遍。是的，有示范。吹管，如果不能什么东西啊，吹管一吹。对啊，直接用听的，他们在讲，我们就直接在那边看杂志，是真的。那我刚好有个机会教育。而且何家劲也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很高兴。我想说，何家劲看完之后，也请何家劲来表演一下。会学坏耶。啊？没有关系，看到了学错。而且在事后我们也说，这完全纯属错误的示范，这是一个趣味的一个表现。来，我先请两位好不好？现在看他们，请两位来。那真的要看。各位旅客，我们现在向各位示范本机的各种紧急装备及使用方法。在机舱内共有8个紧急出口，现在为您介绍救生衣的使用方法。救生衣就放在各位的座位底下，请您套上救生衣，扣上袋子。出机后，请您立刻把红色垂片拉动，使救生衣自动膨胀。若救生衣不自动膨胀，请您尽快使用吹管。当救生衣着水时，把电池上垂片拉开，救生衣将自动光亮。但请注意，在出机以后才把红色垂片拉动。另外，在各位座位两边有安全带，请您扣好您的安全带。无需解开，只要将扣把往外一拨即可。机内的气压是为了各位的舒适而控制。
当气压不足需要使用氧气的时候，氧气面罩就会从氧气闸内自动掉下，请各位拉下氧气面罩，罩住您的口鼻。四面罩吸入氧气，直到通知状况解除为止。刚为各位示范的是救生衣、氧气面罩以及安全带的使用方法。这如果不明白，请您随时发问。在各位面前已带您有一份机上安全手册，请您详细阅读。本届各种紧急装备及使用方法，在机舱内共有八个紧急出口。好的，接下来为您示范救生衣的使用方法。救生衣就放在各位的座位底下，请套上救生衣，扣上环子。出机后，请立刻把红色球。哦，那么不要急啊，没有关系。哎，现在呢，好了。现在请立刻把红色球垫拉动，使救生衣自动膨胀。若救生衣不自动膨胀，请尽速使用吹管。红色吹管。那各位要注意了啊！当救生衣这个落水的时候，着水的时候呢，把电池和上水垫拉开，救生衣呢将。那么它不一定都有，哎，将自动光亮，但请注意在各位出机后，才把红色随便拉动。好，现在示范完毕。接下来呢？那当然了，我们救生衣穿了呢，如果脱的时候，现在它是扣把，在座位两边装安全带，请在坐时将安全带扣好，如需解开，请将扣把向外一拨，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示范过，那我们待会儿要再示范。我们现在先介绍，我们机内气压是为了各位舒适的控制。当气压不充足而需使用氧气时，氧气面罩将从气罩内自动掉下来，请立刻将氧气气罩往那个口鼻盖上去，用真面罩吸氧气。只要控制状况解决，请注意使用氧气时不准吸烟。那你知道啊？还有那本，我们说了，我们刚示范过救生衣啦、氧气面罩、安全带使用方法。如有不明白，请随时发问，在各位面前。